在全球掀起热潮的黄色小鸭春节期间，于高雄灯会2024 Pilsen Wonderland 冬日游乐园超萌回归爱河湾展出，成为高雄灯会疗愈主角。冬日游乐园除有大型充气艺术打卡装置作品、气垫游乐设施外，还可逛逛美食市集补充能量。还要有多少难解的谜面，让我陪着你用心去把谜底解，我要怎么对你说明，看天空瞬间划过流星，洒落在地上谁的声音，把我的喜怒哀乐倾听，我想带你漫步在巴黎，夏威夷的海边模仿流浪里，在威尼斯的湖面你许下愿景，那碧玉石化的天会让我沉溺，所以就趁着现在摘下天空最美的色彩，融化在心里的爱，拼成到你想要的未来，拼成到你想要的未来，像彩虹糖的味道环绕在心底，会让我情不自禁想要吃掉你，梦里面的故事都关于你，像彩虹糖的味道保持着甜蜜，会让我情不自禁。手感艺术的当代观测作品所提及的手感艺术，一指艺术家擅长以某种手艺、手技进行之创作。这类作品不仅止于视觉及听觉的艺术形式表现，同时强调作品带给观者的材质感、温度及触觉经验。九位参展艺术家的创作过程，往往历经长时间的做工与反复的动作，同时也呈现出 AI 生成艺术所无法取代的手感。你可开始慢慢释放自己，我想带你漫步在巴黎，夏威夷的海边模仿流浪里，在威尼斯的湖面你许下愿景，那碧玉石化的天快让我沉溺，所以就趁着现在摘下天空最美的色彩，融化在心里的爱，拼成到你想要的未来，摘下天空最美的色彩，拼成到你想要的未来，还要有多少难解的谜面，让我陪着你用心去把谜底解。一入场看到石头，作者周朱旺把每一个时刻停留在每一个蛋壳中，书桌和可以坐的垫子，每个作品都能融入成一份子。谢佑成创作发光的帘幕，作品不以机器的方式制造影像，而是透过反复大量的手操作，企图在没有任何影像讯号输入或输出之下，让人感受到影像的存在。最后可以用 AI 玩算命游戏，很有趣的管。笑这种爱日月不休，打开窗口和大自然挥手，让你猜猜我在做还是有不会邂逅你的美，爱像是彩虹般的在上水旁入坠，落幕看阳光是谁，只留下你的爱让我心永不枯萎，不会邂逅你的美，爱像是彩虹般的在上水旁入坠，落幕看阳光是谁，沉醉了一人泪守护你永不白费，这动漫女子写真展以女性肖像为主题，聚焦在八部动漫作品中的女性故事，各自拥有不同的面貌和人生，而角色背后的创作者是女性、男性，或由女性和男性所共同创作。展出的作品灵感汲取自作者的生活，尽管是虚构的角色，画格隐含作者的思绪和记忆等，如同自画像般，可窥见作者的自我投射和他所处的社会样貌。摘下天空最美的色彩，
创造你想要的未来，摘下天空最美的色彩，拼创造你想要的未来。解的谜面，让我陪着你用心去把谜底解。我要怎么对你说明？看天空瞬间划过流星，散落在地上谁的声音？把我的喜怒哀乐倾听。我想带你漫步在巴黎，夏威夷的海边模仿走廊里，在威尼斯的湖面你许下愿景，那碧玉奢华的天会让我沉溺，所以就趁着现在摘下天空最美的色彩，融化在心里的爱，拼成到你想要的未来。创造你想要的未来，像彩虹糖的味道环绕在心底，会让我情不自禁想要吃掉你。梦里面的故事都关于你，像彩虹糖的味道保持着甜蜜，会让我情不自禁想吃掉你。这一刻开始慢慢释放自己，我想带你漫步在巴黎，夏威夷的海边模仿着浪里，在威尼斯的湖面你许下愿景，那碧玉奢华的天快让我沉溺，所以就趁着现在摘下天空最美的色彩，融化在心里的爱，拼创造你想要的未来。摘下天空最美的色彩，拼创造你想要的未来。还要有多少难解的谜面，让我陪着你用心去把谜底解。那就永无知晓，这种爱日月不休，打开窗口和大自然挥手，让你猜猜我在做还是有